这么可爱的芒果居然是芒果做的，我也要，我也要。没问题。好像有点头秃，不要紧，给它染个色拯救下。炸毛也不要紧，来点本喵的柔顺液给它抹匀匀。怎么还是这么秃？看来只有植发能拯救它了。嘿嘿，本喵可真是个天才。